Number Five 5号 Chris Johnson 强森。好，不能让 Johnson 投外线啊，因为他非常准啊。这个传出的空档，这个位置不应该是由中锋去守到三分线的。目前有一次犯规，直接打进去，再抓进攻篮板，哇，没有吹。篮板球22-16啊，梦想家其实是领先的。哇，这是一个打板的三分球啊！好球 ，Johnson， 小球，哎，漂亮，给谢宗龙。Mike 出手没有，篮板冲抢 Johnson 拿到之后要到犯规，哇哇，逼了两次要去挑战新特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下场啊！再塞，哇 ，Johnson 球拿到就没救了。在这颗球，这球 Johnson 拿到球之后，其实有碰一下，但有没有推人到那么用力？我到目前为止还是落后三分的、啊、哦。勇士这边把球交换上来，直接给 Johnson。对，这个在交代。好 ，Johnson 这边，先看你先犯规，对，又要上罚球线了。看江。哇，江神在杰克尼的防守之下，每人都示范。周桂宇这个小球，好球！江神拿到，直接起身暴扣，同一棒。周桂宇，哎呀，球没拿好。江神 no looking pass 给桂宇，点到一个江神那个手上，哦，这球够。德威，哎呀，这个。光是手长的高度就很难可以到他手上了，是。海杰拍了一下，还是四分，投进了两记三分球。哇，来了！Johnson， 直接迫降。哇，其实传进去之后，哇，这个深蹲不是坐公车啊，深蹲起来是要灌篮的、啊。六个失误，好，目前七个失误。哇哟，活动篮板 Johnson， 18。哦哦。Johnson， 哇哦，直接迫降在洲际球场，还美记啊！马上没了哇 ！Johnson 站着风马火锅，而且又扑一个，气势常人啊！37岁老将，对，你看到这球，很远的距离就飞进来灌篮了。当你在球场上，反而反光回来，只有被我在下半场并没有太多得分的一个表现。非常全面，而且用他在第四节的拼劲呢，带领的富邦啊，还是维持是比较小幅度的领先。第二球弹进，好，现在发底线球，